好，两批叫黑司空啊，黑司空。一批是真剑圣父的小号啊，小号。好，看一下谁到什么角色，这把谁到了斩铁，力斩啊，力斩。好，这边。好，跳逼封威。月华二的话，它有偷针啊，有偷针，就是切防，切防可以解除硬直，就是上下切防啊。看一下 EP 啊，今天又要霸防了啊，又要霸防了。EP 是真剑圣父的小号啊，真剑圣父的小号啊，谢谢我们刘兄啊。啊，被虐，那算了，我待会儿再上啊，待会儿再上，现在还早啊，还早。还不到我上的时候啊，我上去收底的，一定是上去收底的。啊，跳笔不要动，我还没排队啊，没排队，我暂时不排队啊。哦，漂亮，上去被捏。啊，为什么一样的角色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因为是选手的事情啊。上去兜底，一休啊！谢谢刘兄，谢谢刘兄啊！啊，斩铁，哦，漂亮！刚才 C 没有 C 中啊 ，C 中的失误，兄弟。好了，对方 C 漂亮，气功弹一拳，给大号注水！不要闹啊，不要闹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啊！好，唐刀银法师啊，断骨破，再来个害风。小小在月华吗？没有，今天没有在啊。谢谢我们雪莱啊，雪莱，对，五局三胜的啊，五局三胜的强二，我不和小啊，捏了捏了。月华二就是一个比较软出招啊，确实比较软。好，切防切防，四个看，一二三四，哇，漂亮啊！一个剁，这个剁可以的，没有剁起来。唐刀硬法师断骨破，一二三四啊！我上的话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啊。哎，侠斩没斩到。完了，三血，呜、哦，后跳 A 啊，又是来到了一个相杀局啊。出差月华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是很久没有来了，很久没有来了。放水吗？不存在啊，不存在，都是高手啊，不存在放水。快点上赚积分！不要闹啊，不要闹。好，反身跳。完了完了，还指望我赚积分？不要闹啊，不要闹！完了，兄弟，这把要再见了吗？感觉，哎呦，哇，什么喂？这也行？太溜了，太溜了！啊，黄龙，黄龙，黄龙啊！你们想看到黄龙来了？对，随机啊，随机，捏他们吧，我也想捏啊。好，看一下黄龙啊，今天的感觉怎么样啊？走，一，走，捏。好，选 G 模式啊 ，G 模式的话不耐菜啊，不耐菜，对方力的，走，唐刀，一二三四五，哎，没有捏到啊。黄龙是不是被削弱了？是这个版本说是被削弱了。这个版本原版是没有的。不要闹啊，不要闹！卡的话，大家换个线路啊。完了，兄弟，不要动，躺刀。好，这把起飞。一起飞，一二三，哇，太爽了这一把，但是真的很刮痧啊！好，哇，这一剑，哇哈哈哈哈，
直接射爆了，兄弟。就是他啊，就是他。小超超啊，就是小超超，就一批啊，一批。一批是我们真剑胜负的小号啊。好，一刀。啊，没有捏中啊，真的刮痧，太刮痧了。啊，起飞，不要动，兄弟。哇，这呼啦圈做的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还是第一次看到黄龙开 V。哎呦，没有捏中啊，没有打完啊，没有打完，没有打出一个标准的伤害。走。啊，没有过顶，一刀、两刀、三刀，哇，特效，真的帅啊，真的帅！这黄龙玩的，虽然说刮痧啊，刮痧也把你刮死，一剑没有过来，近身，不要动，好，一个逆向啊，对，黄龙有三种的 ，UAZ。因为这是 Plus 版本， Plus 版本你可以直接就选中你要选什么模式啊。哦哟，对方要挣扎，这是这样的，要挣扎啊，培根护理，哈哈，刚才裸开啊，裸开必杀一波，一二三四，虽然说很刮痧啊，但是还是很赏心悦目啊。反正我听说这个模式的就 Plus 版本的黄龙是被削弱了啊！啊，今天没有太阳出来啊，对，还是大脸吧好吃啊，对，力击技啊，很押韵啊，非常的押韵。不要动，倒地，这把要翻车了吗？这是要翻车，一二三四，开 V 了兄弟，啊，并没有开 V， 不喝小。好，反身，等一个机会啊，等一个机会，弹刀啊，什么喂？哇，真人是我。